出来，兔兔哪儿了？没了，没了。给爸爸玩了吗？让妈妈。嗯。整整整，好。哎。好好好，俺不跟你玩了。嗯，你要狗狗。我要狗狗，我不要狗狗，我要兔兔。兔兔。嗯，兔兔，拿过来。看样子，那行。妈妈给你买一个。嗯，不用不用。这妈妈没有钱，让妈妈给她买一个。早上你吃了没啊？到你。到我了。到了。小磊。嗯。给你商量个事儿。啥事啊？就是这几天，我接到好几个品牌方的邀请，说让。年前去带几场专场，然后年前大家也都需要这个衣服鞋子还有年货了啥的，现在应该都是最后一次出去了，去呗。你能跟我一块去不？这还有多少天都过年了，我一个月都过年了。要就是带年货了嘛。我要不都别跟你去了吧。这也快过年了，你搁家也没事儿，你有啥不想去吗？俺妈搁家给我找了份工作，过年了我都可能不出去了。外边儿，其实我也想跟你出去，这不是马上都过年了吗？也不想跑跑了，搁家找了份工作。那过年之前再上新班啊？上不了多少天又该放假了。行，等一下呗。妈妈，反正你考虑考虑吧。你要是想搁家上班，你就搁家上班；不想搁家上班，跟着我出去，我咋都走。这不是，你说。我尊重你的选择意见。你做啥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反正你自己想想，咋不走？你要是不去，我都等俺妹妹放假了，然后她快放寒假了，等她放了假，咱跟我一块儿去。中。我是俺妈好闺女，我给我找份工作，我也不想叫大人伤心了。中。哎呀，我干嘛？中，也是应该的。然后，你妈操你的心，操了也不少，这一直也没有稳定的工作。找个工作都去干呗。嗯。兔兔。到哪里？兔兔。妹妹兔兔。嗯，爸爸好，妈妈好啊。妈妈和爸爸好。嗯，到底谁好？妈妈和爸爸。